因为里面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软的，有硬的。那鼻毛呢，我们就是要这个动作要重复一直做。那梳的话呢，都要刚好都要插的手阿妹卖，都要比手的边啊插过。你看哦，这样子。这个动作叫做啥？齐毛峰啊。齐毛峰。齐毛峰。看起来好像就整齐毛峰。这样子哈，比如说我要做瘦瘦长长的，我这毛弄短一少一点，少一点的话一折开啊，这边因为你刚刚如果梳不整齐的话，你用铁笼粘住诶，它就不会这样子分开。好，这样子把它弄开。那如果说它不听话，再敲一敲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很听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放在手里。弄一个，要弄一个这样子，头剪慢一点，躺进去，这样子卷起来，这样就一个是瘦瘦。它这个很听话，它不会掉。没有水的密度在。第二层就对了。这样子包起来。这个我。小凯变中凯。啊，这个包外面这个就是比 P， 刚刚讲的比 P， 啊还得比住。